今天给大家做两根寿司的一个反转。我们先抓一把寿司棒，这是半张紫菜，我们放把它铺至均匀。同样的操作，再来一遍。多余的放我们拿掉。现在我们在上面撒入一个黑白的芝麻，放过来，拿出牛油果，现在我们在里面再放入一个章鱼，现在我们把它包起来，翻过去，扣进去，料扣紧，放过去，然后拉一下。现在我们拿出竹帘给它定型，两头收一下。同样的，现在我们拿刀把它切掉，对吧？现在我们拿出一个刨子，把它摆入盘中。这就是一个牛油果三文鱼的一个反转作品，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。